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个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十二点出品的刘邦。这款刘邦呢，跟之前那款韩信，它可以作为一个场景来展示。接下来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箱原贴。包装的后方，这是包装的第一层布局。第二层的布局目测是一个羊绒地毯。OK， 非常大的一张羊绒地毯。长度约为45厘米，宽度约为28厘米。一个竹筒上方有文字的刻画，非常的小啊。正常距离的视角，仿青铜凤仪盏一个，这是大货附送的啊。材质方面不是金属的材质，但是摸起来能感觉到它应该是一个实心的。上方有明火的设计，两只抓握的手型，一左一右，造型呢它是不一样的。一把仿铜的汉王剑，剑鞘的部分为 ABS 的材质，剑身处是有点冰冰凉的感觉，剑身的部分是合金的材质，上方做了一个金色的涂装，握把处的细节。接下来看一看拿出箱之后的刘邦的样式，这也是我们玩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十二点的头雕。我这盒的头雕呢，跟大货你们拿到的应该是一样的，颜色跟之前的头雕稍微是有点区别的。咱们把发冠给它戴上。我去，这个吸力好强啊，这个吸力是真强啊，这个吸附能力啊不错，你们收到货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大家一看这个头雕就知道是谁了，陈道明老师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这个眼睛咱们这么看，左边的脸像还是右边的脸像，看一看怎么看，挺像。然后你这么看的话，其实也挺像。我个人觉得这颗头雕呢，其实做的已经挺不错了，而且它的价格呢是在790的预定吧，这个已经很香了。整体是一个焦发，然后两侧呢是直弧的效果，下方的这个直弧也做出了一个涂装效果，大货修改之后的一个头雕。那么我也有大货修改之前的一个头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。这两颗头雕大家看一眼，不卖官司啊，左边是修改之前的头雕，右边是修改之后的头雕，它的颜色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这两颗头雕左侧呢是稍微淡一些的，然后右侧的这个修改之后的头雕呢是更加的棕色了一些。修改之前和修改之后的头雕我觉得都挺好，只是上不上相的一个原因。头雕如果离近看的话，其实还是很像陈道明，水准做的还是挺高的。咱们仔细看一眼这两颗头雕的对比，左侧的它的胡须部分是比较重，还有眉毛的部分涂装颜色是比较重的，然后它的脸呢稍微是白一些。整体这个大货效果呢，我觉得更贴合于陈道明老师的一个状态。这就是两个头雕的一个对比。好，那么咱们继续往下看主体的部分。主体的部分外侧穿了一身黑色的半袍，这个黑色的半袍只有领子周围是有铁线可以凹造型的，领口处是有一些图案的设计，然后里侧穿了一个白色的内衬。腰带部分以及手甲都是用了 PVC 的材质，比较硬。这个位置呢还做了一个真实的绑线，腰带前方的图案做了银色的分色涂装，腰带的后侧做了一个魔术贴，可以打开的。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武器的挂钩，袖子上方呢还做了一定的刺绣效果，可以旋转。下方也是有，下摆处是灰色的，包括里侧的红色、灰色以及红色的部分，周边呢都是有铁线可以凹造型的。这个铁线下方的铁丝，然后这个位置也是下方的铁丝，然后周围也是有的，前方周围也是有铁线，红色里侧也是有铁线的，下方的袍子呢都是有铁线可以凹造型的，可以凹出来一些想要的效果，这个就看大家随心随意了。里侧是黑色的长裤，下方靴子的部分是一个一体靴，整体呢也是一个复合型的 PVC 材质，上方是比较软，然后下方是比较硬，鞋底的下方样式，素体的两侧啊往里收的效果是不错的啊，这是我开箱给我的第一个感觉。素体的可动性展示一下，前台往上，包括曲褶的幅度以及头雕腰部分的可动，就坐姿这个坐姿啊都是没问题的。前提的幅度屈膝，我这款呢它的素体可动性还是不错的，脚踝关节可动性是很少的，前后也是有一点，左右也是有一点点，但是它更在乎的是还原度。接下来呢我把韩信和这个刘邦啊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展示。这款十二点的刘邦其实是和段奕宏、韩信
为整个大套的版本。至于为什么分开销售，这里五哥猜测呀，应该是十二点照顾到兄弟们的喜好，所以才分开的。不过这两款放在一起搭配场景也是挺还原的。至于韩信和刘邦更喜欢哪一款，这就要看大家自己来决定了。十二点做头雕的水准其实最早就是定制级别的，后来玩着玩着自己的喜好就变成了事业，这种工作呢还是非常幸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十二点即使修改头雕的举动也是非常宠粉的。对了，十二点的微博里面有新品的预告以及新品的玩法，还有之后水浒的题材，包括李许健老师扮演的宋江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微博，能及时看到最新的消息。这款刘邦无论大家觉得做得如何，但我觉得790的价格还算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五哥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十二点能出更多的题材和新品，还有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十二点的头雕了。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，感谢给我点赞的朋友们，也祝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